不住在深山，落脚在城市边缘。它是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动物，却也是农民眼中会偷吃鸡的大害虫。开路放兽夹，恶意下毒。面对台湾最后的野生猫科动物，我们给它的是生路还是末路？2月28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为您播出《石虎之路》。